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北京时间1月9日，雷霆和尼克斯的比赛，雷霆队的贝兹利上脚 New Balance 2WXY PE 新百伦这赛季主打低团队球鞋，尼克斯的小里弗斯上脚 Adidas Crazy BYWXR 阿迪达斯和飞董联名款小里弗斯的纹身，很有爱篮网和灰熊的比赛，灰熊队的贾莫兰特上脚 Nike Kobe 9 Elite High Brave Blue 配色很帅，昨天他还穿了一双 Nike Kobe 9 Elite Highward 的鸳鸯配色，他的队友迪隆布鲁克斯上脚 Nike Hyper Dunk 2016 Oregon PE 俄勒冈大学专属的配色，也是迪隆的母校篮网队的普林斯上脚 ANTA GHR 赛车。普林斯是低调的鞋头，他穿过很多品牌的球鞋，他的队友杰夫格林上脚 Jordan Why Not Zier 0.4 Facet SM 联名配色，威少球鞋熟悉的风格，黄蜂和鹈鹕的比赛，鹈鹕球星英格拉姆上脚 Adidas T-Mac 3 Collegiate Royal 配色，火箭和魔术的比赛，火箭球星哈登上脚 Adidas Harden Ball 5 Future and Natural 配色，他的队友沃尔上脚 Nike KD 4当年实战性能很好的球鞋，很受球员们欢迎。凯尔特人和奇才的比赛，凯尔特人球星塔图姆上脚 Air Jordan 35 PE 这个配色有点小清新。再来看下昨天的球鞋，灰熊队的温斯洛上脚 Air Jordan 12 FIBA 2019年篮球世界杯白金配色，马刺队的莱尔斯上脚 Nike Kobe 9 Elite High Masterpiece 配色，他的队友鲁迪盖伊上脚 Jordan Why Not Zier 0.3 SC 穿二双球袜可还行。湖人队的哈雷尔上脚 Reebok Wall Season 3沃尔瑞布时期的签名鞋，他的队友施罗德上脚 Nike LeBron 18 Los Angeles by Night 配色，他的队友大莫里斯上脚 Nike Kobe 5 PR Ultra PE 这配色和湖人球袜很搭，开拓者的安东尼上脚 Air Jordan 35 PE 鞋，舌上有他专属的 logo。 最后一双詹姆斯球鞋阵楼森林狼的比斯利上脚 Nike LeBron 10 Pure Platinum 银蓝粉配色，这期的球鞋哪双更好看，每日球鞋资讯抢先看，私信球鞋 and 他走了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